自拍人人都会，但是为了拍好一张自拍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于是很多自拍达人在自己的微博微信里教授着他们的经验，甚至很多电视节目也开始专门介绍自拍的小技巧。通过研究我们发现，这些窍门里面除了调整拍摄角度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光线的设计，而这正是大多数智能手机所欠缺的部分。于是 Webcontention 诞生了。 Webcontention 是一款手机外置闪光灯，将它插入手机插孔就可以完成安装，自性充电可以进行百余次拍摄，九颗的质量完全不会增加它的负担，机身背部的拍摄按钮可以同步闪光进行拍摄，记录下来最完美的画面。 Webcontention 的造型和传统意义上的闪光灯是不同的，你也许未曾想象过闪光灯可以做成圆形的，它里面均匀分布着八颗 LED 灯泡，除了可以提供充足的光线以外，环形闪光灯会使得眼睛变得更加明亮通透，这是传统闪光灯所无法达到的效果。 Webcontention 可以让你的照片多姿多彩，你值得拥有。